今日会不会扑街呢？ Catch it, bitch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有点紧张，好少出街拍货，在香港，我怕有些收音会不好，因为我用电话。差点忘记了今天做什么。有一样东西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小时候的时候学过滚轴溜冰，即是踩 roller， 然后呢默默地大过了之后呢就已经没再去理这个嗜好了。跟住我发现呢 Saya 呢他都有踩，而且他还有两对 roller， 即是他可以借给我踩啊，所以我今天就约了他去维园踩 roller。 到底事隔了这么久，我还记不记得怎样踩呢？今天会不会扑街呢？我真的极少极少拍出街 floor， 所以如果拍得不好的话大家体谅一下。到了天后啦，我两对鞋嗰啲碌咧都特别善嘅，因为咧我本身系谂住买嚟咧玩 shag 嗰啲啊，咩叫 shag？ shag 嗰啲你唔明 shag 咁样咯？做多次 shag 啊！做多次 shag 啊！够做咗好多次街嚟噶。我想拍一个全身是看到你的。Judgment Night On！Gotcha, bitch! Shag， 这个就全部中 Shag。今天已经扑过三次街了。真的不行了。Nope。事隔了十几年，我玩翻呢个滚轴溜冰咧，我觉得比我想象中难，以为自己有少少底子啊。我觉得学 Rola 咧最开心就系你学完之后要拖住条女，痴汗系爽嘅，踩住 Rola 啲风吹埋嚟嗰阵时，不过真系唔知点解我平衡力好差啊。练下啦，练下。有机会我会再同 Sarah 过嚟玩。好啦，咁中意条片记住揿翻低个 like 啊，有啲咩嘅话咧就可以留言同我讲啦。记住订阅埋 Sarah 同订阅我啦，揿埋订阅制嗰个钟仔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！咁多位小笨蛋。ブランド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